登记网路申办，时间弹性免奔波。大家好，我是桃园市地震特派员林婷瑜。小姐你好，所以你今天来地震事务所是要申办什么业务呢？最近啊运气很不好，我请了九天玄女帮我的名字改掉了，我今天是要把权状的名字换掉，我还特别请假来办，可是你看这么多的权状真麻烦。那你知道不动产登记可以网络申办吗？我不知道哎。想知道更多的内容吗？让金钟哥来告诉你吧，走。 Hello， 我是金钟哥，不仅是更名，连买卖过户、房屋贷款等不动产的登记，现在都可以透过网络申办来完成，网络及马路，节省时间免奔波。另外，也可以在线上完成缴费哦。大家好，我是桃园市地震解说员阿丁。不动产登记网络申办需要透过凭证到内政部地震师数位柜台网站办理哦。而网络申请登记分为全程及非全程两种，有什么不同呢？全程申请可由本人，也就是自己，带着自然人凭证自行办理，项目包括更名、住址变更等七项简易案件，其余像是买卖、赠与登记案件属于非全程申请项目，就必须由地震师或律师等专业代理人线上提出申请。需要检附的文件有契约书、权状等纸本文件，邮寄至地震事务所就可以完成送件啦。另外，如果申请的案件需要缴纳登记会费，也可以使用线上支付哦。想知道更多详情，可以搜寻内政部地震师数位柜台网站，就可以进入连结喽。